来这边我要找他 volume 是长城宽城高，所以我八乘八再乘五到四十，然后八是三十二，320 cube，然后这一个是十五，然后所以我的 volume 呢是十乘十五再乘十五，所以它会变成2250 cm3。OK，我在这一边十五的 square 再乘以十，所以我拿到2250，对了，OK，然后我的八 square 乘五，然后也等于320，也对了。好，在这一边我的这个长乘宽再乘高会是等于96，所以我的 x 会是96除这个八乘六，然后在这一边我1888、1888、286、1666、22，所以我拿到的答案会是等于二。然后在这一边呢，我的三乘五再乘以 x 等于105，所以我的 x 呢会是105除以三乘五，然后我在这一边155，然后21，133，3721，所以我拿到的答案会是等于7。然后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的这一个是六乘 x，然后再乘以八，会是等于240，所以我的 x 会是等于240除六乘八，然后我在这一边188。然后3824166653，所以我拿到答案会是等于五。所以我在这一边，我的 x 乘以11再乘以12等于792，所以我的 x 会是等于792除以这一个11乘12，所以我的792除11再除12，然后拿到了是6。OK，好，在这一边我的这一个是8，这个也是8。所以我的八乘八再乘以 x 会是等于320，所以我的 x 会是等于320除以这个八乘八，OK，1888432，1888540，所以我拿到的答案会是五。所以我这一边这个是五，这边也是五，所以我的 x 乘以五再乘以五会是等于100，所以我的 x 等于100除五乘五，然后我这一个是15520。五四二十，所以拿到答案是四。